失意的归途，隔音不迷，细雨住。第十四章，真谛，相关概念素材图解，时间图集，人生图集，三界图集。坐在地铁里的乘客觉得时间就是一趟单向的列车，从未等待过谁。站在站台上的旅客觉得登车的机会只是每三分钟一趟的周期往复，随时都可以在任意站点登车与下车。全程所有的站点都在同时运作着，首尾如环。日轨上的针与盘都是不动的，当观照之心形成光影之势，时刻就显现出来了。因观而时动，而非时动我随观。心一动，时空动；心一凝，时空停。你就是光源，你从哪个角度观过去，日轨当下的时刻就显化出你的相对位置。你看到日轨上的印记，意会成时空的标记，其实仅仅是当下观影的这个你当下的层次、高度、方位、角度的映射所在。不同层次的你就这样被投射入了相匹配的时空中，与和你雷同近似意识觉知的意识们在一起切磋着，形成故事。世界始终如是，石盘从来没有改变过什么，动的是观照者自己的心意之左右高低。你的频率越高，犹如日在当空正午时分，你的影就接近本真的实相那根时空之轴。相反，意识频率越低，犹如朝阳晚霞，那影也就落在石盘的边际上，游走在真相的外围，起伏不定。盘未动，真未动，意念动，在视为观，着相随动，而光影划过的地方形成了见、闻、知、识的观感。光影流过，化成可感的时间，从一刻划入另一刻。光影本无意义，心意随影动。时间是存在的，但时间作为一种计量单位是不可取的，因为时间在不同区域没有可对比性，也无法统一。时间的流速在幻境中可以被模拟出来，时间的流速、流向均被操控着，而且可以随时插队、倒带、快进、删除、重放。当时间不是公正的、唯一的、准确的、不变的，那时间就失去了其被作为参考系的表达意义。任何基于时间的表述方式都是相对荒诞的和无法理解的，因为双方表达的因果次序失去了彼此逻辑的认同感。这就是我们在思考灵界或更高次元时，在与他们交流时最常产生的困惑。因为时间对于我们和对于他们和对于事实形成了三次不可调和的认知扭曲，即因果关系上彼此不能成立，又都在其本质上是事实的存在。当意识进入时空乱流后，一切都变得扑朔迷离，次序失去了意义，过往与未来混作一团。每个经过都可以重复再重复，但自身内部的钟摆却始终按照自己的速度滴答作响。内核时间、外在时间、空间时间、时间序列成为四个各自运作的相互并不联动的独立体系。已经发生过无数次的事情，即将以未来的形式再次的展现给你看。如果在生命的历程中，在各个路口选择了不同的做法与方向，能不能改变整体事情的走向呢？发生过的已经发生了，这就是这个世界里所谓的宿命。
但这不是你的宿命，也不是袖手旁观的理由。接受未来的宿命或接纳过往的现实，只能让你始终保持在当下的意识频率中，在惯性的习气里滑行，成为宿命故事的傀儡。你确实在时空的环里，要做的就是经历它们。但是路不止一条，不管过去还是将来，都是可以在当下做出调整的。调整的方式就是改变自己的观点与认知高度。当你进入这个游戏的新手村后，一路做出自己的选择，最后你能否在这个所谓的进化游戏里成为那个幸存者呢？成为现代人可不是游戏的重点，而只是走出了新手村而已。宿命中的可能，就像迷宫中的陷阱，它们就在那里，你选择走入那条道路。在漆黑的房间里，伸手不见五指，一个亮点在那里显得格外醒目。好奇驱使我靠近它，靠近它，那是门上的猫眼中透出的光。门后是房间还是走廊，我不知道，因为我连我自己的所在也不知道。我凑近那光，透过它我去观望，结果我发现了一只好奇的眼睛在那一边凝视着我，犹如我凝视着它。如今我也成为了一名观察者。一点灵光明目现，静观养成心头灯，举灯照见来去路，传灯于世会后人。传灯实无一定法，明心见性知往复，尘落缤纷心无染，犹如飞雪过天穹。我本虚空边无际，何处是我何非无，观照一理至动静，是非转还自生灭。正道非道不可道，正法无名不可名，居于名相失真道，直到成龙理变魔。窥见三世如来藏，细数玉里转生世，如果不平不甘愿，转魔无边自奋提。心中俱苦必苦苦，见业因观出心愿，本意打磨金刚智，慧根显露不畏难。雄心壮志消业来，满心愤恨离世去，万法千言唤不醒，只因只把我当我。分针每前进一格，各层空间里同时共同前进一格，但这一格对于各层面空间中的生物表现出的时间却不同。外围是百年，内圈是一天。如果你把这纸打印出来，然后胡乱地团成个球，会发现时空的扭曲与相互套叠。如果你打印十张，把它们摞在一起，但是朝向各异，十张一起团成一球。假如每张纸代表一个频率维度时空，各个分针还能照常运作，并且同时前进，你会发现在各个时空层面无序相互套叠时，各个时间的流向都是不同的。时间流向不同，导致临近位面的时间形成对流，相互抵消、牵制或推挤。当时间以进、退、停、重复等形态同时呈现时，我们无法感知到它们的同时性，但它们却遵循着共时性。因为十个层面的时间是以共同的时速流逝着，只是在混沌的、交错的、套叠的、纷乱的时空多维空间内，其表现形式出现了各异。同时性是不同空间层同时消耗一个单位，但感受的时间长度不同。
共识性是不同频率维度空间内同时消耗一个单位，但每个场域内的时间长度与流向不同。在毫无规律的时间乱象中，它们又拥有统一的一个核心马达在驱动着。七脉轮是全息微缩的宇宙，我通天地通，本自一体，本无二心。欲望载具，丰满灵魂，动机高我，爱与互动本我，交流超我，观察意识碎片自我，圆融本源。打破局限的不是知识，是你的心胸城府。扩展心胸视野的方法，就是离远点儿看全局。看得见不等于看得懂，能懂需要感同身受，受过才能了知其间味道。所以我们在这里。生来想要达成的，与自己一生历经图谋的，往往南辕北辙。本就带着问题来，却往往带走了更多的烦恼。到头来发现，一辈子都在忙活那些带不走的虚名假利、卿卿我我。很多时候，坚持或放弃好像都是错，初心没错，过程没错。是得失心的分别带来了悲喜的感受。当放下了那直奔主题的目的性，而放空色界的五蕴尘染后，发现自己一直苦苦寻觅的，都明白的摆在那里。广义本源，意识海中，某一意识起心动念，一念无明，欲观其微，坐无漏想，尽察往复。从本源到高我完形示意图。由意识海、意识流、意识体。集体共同意识、小集体共同意识、自我意识、自我分层分化意识所开创的各个亚空间套叠体系，三界内外无一物，但凡有相，皆虚妄。梦里梦着，梦中梦，往复观思，浪如潮。各层级意识体分别开创独立的又相互套叠的、彼此借鉴的时间体系。未知的实相全景图。宏观的意识空间层级架构示意图。请打印出此页。然后依次按照虚线对折，你将会理解，二分钟互为阴阳表里的一切，其实都是相互套叠的一体。而纸的背面又是什么呢？如果这张纸有色彩，而你用不同颜色的纸打印了数十张，然后都撕扯成纸屑，混合到一起，你就可以看到真实的多次元同时性与共识性状态。盖此论指非人之所为，造化阴阳众妙和合之所至。古今术士苦寻而不得，得而秘不宣，宣而隐其理。不知此理者，往复循环而难明幽微之妙，困居所执。今受天机，抽丝剥茧，言非人之言，表幽冥之秘，逆天下之大不为。谈死生之谜，
缘闻者随缘得度。细语资料发布平台 YouTube 细语社频道，亚马逊网站搜细语资料或书名，微信公众号细语资料，微信公众号细语资料决心接力，哔哩哔哩 Cassion 0103频道，海伦海伦频道，喜马拉雅海伦海伦频道。细语资料发布平台和文件免费下载路径请见图示细语社说明。